微博年度正能量偶像 TFBOYS。 恭喜微博年度正能量偶像 TFBOYS， 有请三位上台领奖。那同时我们要有请他们的颁奖嘉宾何炅老师，有请。恭喜 TFBOYS， 有请三位，请。请何老师为三位颁奖。何炅老师也一直是我们娱乐圈当中的正能量，我们也请颁奖人和我们的得奖者一起合影留念。娱乐圈的正能量非常的重要，而 TFBOYS 在向我们传递着积极向上的进取的能量。何老师也一直用他极其专业的水准可以在舞台上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这一刻我觉得该为正能量集体合影留念。是是是是，我们请何老师来持杆好不好，来跟我们的TFBOYS 这也属于颁奖嘉宾跟获奖人的合影啊。让我们一起用 OPPO R11S 新年正当红手机来一张正能量的新年合影。谢谢谢谢，恭喜。那当然 TFBOYS 一会儿还会给我们非常精彩的表演，对不对？谢谢何老师，我们请何老师先入座。谢谢何老师，谢谢，谢谢 TFBOYS。